我的天哪，霸业包还可以这么哦！啊，今天帮这个内向不敢同田兄弟啊，来抽一抽这个霸业卡包啊，他先进点刀，进点刀，进点刀，哎，可以，今天可以，直接抽霸业啊，来，喂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大早晨的这上来第一发就是这吗？真的是第一发，你相信我，这真的只是第一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继续啊，继续，两发三发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十一发还这个应该保底了，不过他这个至少出三发吧，应该。哎，我靠，我不敢抽了，我靠，兄弟们，怎么回事？直接一个假许一个鲁肃，我靠，我靠，我真的只想给他抽一些目录呀、甲板之类的，劝他退坑。给他抽完啊，不管了，九发也给他抽完了。我们不信了，还能再出一张吗？不信了啊，不信了，给他直接抽完，我靠，这还有咱们可留的，直接给他抽完，我靠，太难受了，一个假许一个，可以，国家也行，太夸张了，这个霸业应该是我抽过最夸张的一个，同一个号主的第二个号，下锅回你了，还是目标，这次目标是谁？这次目标是个灵童吧？好吧，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，来。这第一发出假许就把我给震惊了，第二发给我来一个什么鲁肃，我靠，直接给晕了。朱华、陈武、龙勇是三发了。杨修，哦呦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卡包难道没有其他人了吗？这卡包里面是不是没有放那个奖碗呀？啊，这卡包里面是不是没有放什么目录大王啊？这和我以前抽的霸业不一样啊。这卡包里面难道没有目录吗？我看一下，这卡包里面有目录和奖碗啊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了，兄弟们？我操！我服了，这一集我好像看过呀。这谁受得了呀？怎么两个号都是贾诩和鲁肃啊？这还能出一个呀？我怎么这么难受呀？他这个还能再出一个呀？我靠！六发了，来了，要来了，兄弟们！他这个出三张。我疯了，兄弟们，我直接疯了。这跟大家玩的是一个游戏吗？你们的八叶卡包都是这样的吗？贾诩、鲁肃，好招吗？这全是录像啊，全是录像，大家不要信。我靠！先来一发这个吧，致敬一下自己啊！我就想抽到一张郭嘉可以了。我靠！谁刚才说该您来的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号有点欧啊，直接给我抽害怕了，太可怕了！还有一千多金珠，来一发这个吧。来一发这个，如果说真的再出城，我今天就不出门了。哎，不啰嗦，这有什么犹豫的？我靠，不就一千金珠吗？来，哎，我操，今天抽卡直接封神啊，甚至有可能出下一张啊！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呵呵，真没有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行吧，今天抽的不错啊。